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大家来到西南区基督教会参加今天的主日崇拜，也欢迎弟兄姐妹们在家里借着网络与我们一起敬拜神。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的，我们要特别的欢迎您。首先我们要读神的话，开始今天的崇拜。诗篇第113篇1-4节，请大家看着屏幕听我读。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现在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神。让我们继续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聚集在你的圣殿中，要敬拜赞美你，因为唯有你配得敬拜，配得赞美。求主使我们带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口唱心和地赞美你。求主的灵充满费牧师，使他将神的道讲得清楚明白。更求主使我们不仅人在这里，心也在这里。求主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不单单听到，也要行道。我们把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都恭敬地交托在主的恩手当中，求你赐福和悦纳我们今天的崇拜。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宝贵的名而求，阿们。现在是诗歌敬拜的时间，有请方军长老带领我们今天的诗歌敬拜。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诗篇的第100篇5节，圣经说，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让我们全体起立，我们来唱生命圣诗的第18首，你的信实广大。青春，父亲，青春，更
请坐。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喜欢《我心灵得安宁》这首诗歌，刘医生也很多次在讲台上带领大家唱这首歌。那这首诗歌的作者名字叫斯比福，是纽约的一个律师和一个非常成功的地产商人，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和太太安娜呢，一共生有一个男孩，四个女孩，一共五个孩子。然而唯一的男孩因为猩红热去世了。两年之后，纽约的一场大火把他的财产几乎毁于一旦。第二年，他的四个女儿全部葬身在一次海难当中。正当他和许多受难者的家属来到了出事的海域，看着茫茫的大海，他突然感觉到神正在安慰他，告诉他孩子们已经在他的里面，将来在天上要和他重聚。就在那一刻，他将一生的遭遇写成了这首诗《我心灵得安宁》。让我们一起唱。
接下来是小组献诗，歌名是《所有美善力量》。
接下来是公众祷告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在天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救我们脱离罪恶，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求主使我们此刻有一个平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的灵与你的圣灵契合，真正的进入到你的里面，享受在你里面的平安与喜乐。我们要求天父，愿拿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赞美你，愿主时时与我们同在，你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处境，帮助我们时时来战胜我们的老我，刚强我们在万事上托你的喜悦，来经历神的慈爱。我们特别要为我们西南区基督教会这个大家庭来献上祷告，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都记得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不再软弱，不再愁苦，因为主耶稣已经实实的给我们力量，在他那里万事都能，也求他赐我们有一个平安的心，也有让他赐我们有一个饶恕人的心。我们要为下个礼拜的迦南小组来献上祷告，让我们挪去一切阻碍我们参加聚会的东西，我们来一起多读神的话语，彼此关爱。主啊，我们也在为下个月13号的下午母亲节的下午茶来聚会来向上祷告，求神感动每个母亲们愿意腾出时间一起来过这个团体的生活，享受所主赐给我们的那种恩典。主啊，我们也为6月份的有一个退休会，24号的退休会来向上祷告，求神赐我们像那些负责的人有聪明智慧来妥善地安排这个退休会，也感动弟兄姐妹们愿意摆上时间
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重新装备，重新得力。主啊，我们在这里特别要为我们的宣教士来献上祷告，他们聆听了你的呼召，愿意牺牲自己舒适的环境，去到远方传扬你的福音。求神时时的与他们同在，为他们挪去各种障碍。主啊，我们在这里特别感恩今天大牛佩芝他们来到我们当中，他们即将要去尼泊尔宣，这是你他们，求神真的时时的与他们同在，为他们安排妥善各种准备的工作，也保守他们三个年幼的孩子。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也感动我们在各方面来支持他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天国里谁为大？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丧失一个。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费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天国里的人际关系。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啊，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听见我们主耶稣的教导，知道在神的国里面我们应当人和人这样相处。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字，阿们。我们知道一年有十二个月，七月的在英文里面翻译叫 July。July 就是七月，大家也在这里生活这么久应该都知道。这个 July 这个月份呢，它为什么七月叫做 July 呢？因为它是罗马的这个凯撒他的生日的月份。凯撒他生在七月十三号 Julius Caesar， 所以呢他后来呢他就把他生的那个月就称作七月。凯撒在公元前五十九年当选罗马的执政官，这个是罗马的最高行政长官。当时罗马是共和体制，所以执政官只能选任一年，而且呢执政官和罗马的元老院之间常常的起冲突。为了和元老院斗争呢，当时就有三个人史称三头同盟，凯撒、庞培和克拉苏三个人组成了同盟来抗衡这个养老院。
但是这三个人都很能干，所以他们一方面要和元老院抗衡，然后内部三个人之间又是常常的互相妒忌和猜测猜忌。在公元前53年的时候呢，克拉苏他为了要建立他自己的工业，他就远征东方的帕提亚帝国，也就是伊朗那一带的这个地方，他希望通过战争能够建立自己的工业，然后把另外两个人能够打倒。但是呢，很不幸他在帕提亚的战场上面战死了。克拉苏死后呢，凯撒和庞培两个人之间进行斗争，所以这种斗争就更加的这个矛盾更加的激化，然后内战爆发。庞培和凯撒之间的这个斗争呢，以庞培失败告终，庞培逃到了埃及，然后埃及的国王一看，哎呀，这个落难的这个将军来了，就把他人头砍了送给了凯撒，所以最后只剩下凯撒，凯撒就变成了终身独裁官。不要忘记，虽然说三头同盟剩下了一个人，同时还有一个元老院的，元老院的一些人看到凯撒一方独大，所以呢，他们就谋划刺杀凯撒，他们的刺杀行动成功了，所以最后凯撒也死了。在这个世界上面，人和人之间往往都是这样的一种表现，我们都希望爬到更高的位置，如果野心家呢，他希望爬到最高的位置，所以人和人之间到处都是冲突和斗争。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主耶稣基督关于天国的人际关系的这个教导的背景。当时门徒进前来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我们在生活中间，就算我们成不了凯撒，我们也知道论资排辈的道理，总理比州长大，州长呢比区长大，在一个公司里面，总裁呢董事长呢比总经理大，总经理呢又比一般的部门经理要大，这个我们都清楚。那么天国里面谁更大呢？天国里谁更大？耶稣就来教导他们。耶稣叫了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耶稣基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常常使用道具，那这一次呢，他就找了一个小孩子来做道具，他让用这个小孩子做教导的道具，是帮助他的门徒能够更好的明白他要教导的。他讲了三个重点：第一，你们如果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入天国；第二，如果说你自己谦卑像一个小孩子的，那么你在天国里是最大的；第三，如果你为我的名字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人，那么就是接待我。所以他第一首先说，你们如果不回转，变成小孩子样式，断不能进入天国。天国和世界上的国度是不同的，在世界上人人都争先恐后的要成为最大的，要有地位，有财富，有气质，令人羡慕，受人敬畏等等的。但是呢，想要进入天国，他就要回转，改变我们原来的观念。主的意思是，天国的法则不再是人和人之间去比较谁更大，谁更重要，谁更厉害。我们想要进入天国，就需要改变自己为人处事的态度。那天国的法则是什么呢？就是要变成一个小孩子。在古代社会里面，孩子是无足轻重的，如果论资排辈的时候，孩子是排在最后。所以我们要变成小孩子，就是我们要主动地排在后面。所以在天国里面，不是人比人谁更厉害，而是人主动地排在后面。第二组说，凡是在天国里面谦卑的，像一个小孩子这样的人的，那么他在天国里面就是最大的。在这里，天国不是指着将来的国度，我们知道天国在耶稣基督教导里面，天国是指着神的国度，神统治的范围就是神的国。这个神的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甘心接受神的统治就开始了。所以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就进入了神的国。所以在这个神的国里面，是从你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的。你信耶稣，就是你甘心乐意的接受神的统治。那这段话的意思是不是说，
假如说你想要在天国里做最大的，那么你就要谦卑自己呢。我谦卑自己是为了做最大的，这样的目的仍然是 我希望做最大的。比方说我们弟兄姐妹有人说我想要做最大的，所以我要谦卑，那这样谦卑是一个手段，做最大是一个目的。我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中间保持一个低姿态，说话柔和，做事低调，不要显山论水，但是我的目的是呢，要让人能够尊重我，是这样的意思吗？假如这样的话的话，那我们说这个基督徒他是别有用心了，他是虚伪而不是真正的谦卑，因为他的目的是要做最大的。在天国里最大的人，他是被神看重，被神尊重，但是他在自己的眼里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小孩子，他无足轻重。所以做最大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甘愿做一个小子，甘愿做一个 小孩子，他感到自己做神的儿女已经满足了。所以在这里面不是说为了做最大的我们做一个小孩子。假如我们在神的国里面谦卑自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我们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在神的国里面，一个大牧师不一定比一个小信徒更加的伟大，一个学富五车的大神学家不一定比一个乡村里几乎文盲的信徒更加伟大。在神的国里面，人们用来衡量人的地位身份的这些外在的指标变得无效了。第三个，主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任何基督徒都属于基督，基督的名字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接待一个再小的基督徒就是接待基督。在这个例子上，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的大人物是不屑于接待小人物的。我们有弟兄姐妹在工作中间可能都有过经历，你如果是公司里面一个小人物，比你高很多的那些大人物可能是不怎么愿意跟你有什么交流的。 我太太就跟我说，她在原来的医院里面，他的经理上面有一个院长，这个院长有一次经理和李慧一同去见这个院长，这个院长基本上不愿意跟我太太讲话的，就是你是很小很小的人物，所以呢大人物是不屑于跟你讲话的。那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所谓的大人物他可以不屑于跟小人物讲话呢？教会里有什么大人物？我们假如说我作为牧师好像算是大人物，对不对？但是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个大人物他可以说我可以不屑于跟一个小人物谈话呢？在教会里面，牧师、长老、执事这些所谓的大人物，他可不可以不接待一个小人物呢？教会里面主耶稣说，凡为他的名字接待一个像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所以任何人来到教会，只要我们接待这个人，就是接待主耶稣基督。在教会的里面的这个变成一个小孩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曾经讲过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他说，你们要同心合意，爱心一致，灵里一致，意念一致，好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所以他说我们要同心合意。在世界上面的人，我们在一个部门里面工作很可能是各怀鬼胎，但是在这里主说我们要同心合意。怎么样做到同心合意呢？就先要爱心一致，然后要灵里一致，要意念一致。爱心一致，我们都知道神对我们的爱，然后我们因为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彼此相爱，所以爱是我们这个同心合意的基础。然后要灵里一致。什么是灵里一致呢？大家知道在部队里面当兵的人，尤其大家看过这些小说啊、作品啊，知道说有很多的这些军人，他们之间彼此的情谊是非常深厚的，因为一起扛枪，一起在战壕里面打敌人的这种培养出来的感情是超过我们一般人的这种情感的。那他们这种深厚的情感，当一方如果出现什么需要或者困难的时候，他们这些战友都会愿意伸出手来帮助他们，就是两个人就像一个心灵一样，就是你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所以在这里面主就对我们说，基督徒要像两个人，就像一个人一样，
我们有一致，你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你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要这样，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要有一样的心灵，然后最后要一念一致，意念一致，有了相同的爱心，有了相同的心灵，人追求的方向和目标就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服事的时候，虽然说各自的恩赐不一样，但是我们同心合意的做一件工作，比如我们互相鼓励，一同的来服事教会，一同的服事这个社会，一同的传福音。所以如果说我们有了一样的爱心，一样的心灵，一同一样的意念，那我们就可以同心合意。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实现谦卑的这个基础。这样的话呢，我们做任何事情不出于尊敬，不出于虚荣。所以在世界上人都要做最大，但是你在教会里面不需要跟别人竞争，不需要有虚荣心，然后每个人都谦卑的看别人比自己更加的重要，更加的强，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谦卑服侍别人。然后在世界上面的人，人又因为有自己的利益互相竞争，那竞争什么？就是要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要实现自己的利益。那在教会里面呢，每个人不只注重自己的事，也要注重别人的事情。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实践主耶稣所说的谦卑。主又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的人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门徒们问耶稣谁是最大的，耶稣呢，他却不谈最大的或者更大的，他谈的是什么呢？他谈的是信我的一个小子。所以我们关注大的，耶稣关注的是小子。那小子是谁？小子是不是贫穷的、残疾的、儿童、老人、粗心的、软弱的？小子是不是这些人？小子是吗？小子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每一个人。小子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每一个人。假如你很富裕，你相信耶稣，然后你是一个小子。假如你不富裕，你相信耶稣，你也是一个小子。假如你是出身豪门，你相信耶稣，你是一个小子。假如你出身平民，你相信耶稣，你也是一个小子。小子在这里说的是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保罗他在哥罗西书里面他说，在这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希腊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不受割礼的，外族人或者西古提人，西古提人是北方的蛮族，然后有不论是奴隶或者自由人，基督就是一切，也在一切之中。所以我们信了耶稣，我们都是小子。主耶稣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一块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投在深海里面。那这种肯定是一种 很惨的死法，很痛苦的死法。就是说，如果我们使一个信耶稣的小子跌倒了，那还不如就这样死了好。让人跌倒的人或者事情时常的发生，我们遇到不成熟的基督徒，他们的行为让我们对耶稣基督信仰感到困惑。所以很多人觉得说，既然基督徒这样，那我为什么还要做基督徒呢？所以主说，我们不要让小子跌倒。假如说我们因为其他人的软弱而跌倒，那我们知道说最高兴的就是魔鬼了，因为他故意就是要我们跌倒。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间，假如说遇到一些基督徒的行为让我们觉得说不可接受，但是我们要坚定地跟随我们的主。不仅是不要叫别人跌倒，主又说，倘若你是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面。这里面所说的就是，你不仅不要让别人跌倒，你也不要让自己跌倒。人怎么可能会让自己跌倒呢？主说，如果你的手犯罪，那你就会让自己跌倒。既然这样，你就干脆把你的手砍下来吧。如果你的眼让你犯罪，那你就会让自己跌倒。既然这样，你就把你的眼睛给挖掉吧。
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彻底的完全的去对付罪恶，不要以为罪恶是小事情，罪恶会让我们跌倒的，罪恶是和我们的灵魂征战的。所以呢，我们要小心，不要让罪恶来让我们自己跌倒。这段经文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类似的地方也讲过，他在登山宝训里面也讲过这么一段话，讲到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行奸淫，但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使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中的一部分，也不可让整个身体被扔进地狱里。若是你的右手使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中的一部分，也不让整个身体下地狱。所以这一段对我们所说的是，第一，我们不要让别人跌倒，同时我们也不要让自己跌倒。假如你现在手里面有罪恶的事情，那么你赶紧把它丢弃，因为你与其让自己下入地狱，那为什么不彻底对付罪恶能够得到永生呢？第三，主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干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古代的帝王有很多的儿子女儿，儿子我们都知道叫做王子，女儿叫做公主。任何大臣他是不敢轻视皇帝的儿子或者女儿的，没有大臣敢于轻视皇帝的儿子和女儿。在这里面神说，就算是一个小子，神也给他们配备了天上的使者，给他们配备了使者来保护你他们。所以我们基督徒主对我们说，神是差派天使来保护我们的。希伯来书也这样说，天使是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神当一个人相信耶稣以后，神看他是非常珍贵的，他给他配备天上的使者来保护他们。那我们敢轻看任何一个信耶稣的人吗？我们是谁？我们敢轻看一个基督徒吗？所以主说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羊更加的欢喜。一个牧羊人有很多的羊，但是有一只走迷了路，他把这99只放下来去找那一只羊。那谁是走迷路了路的那一只羊？谁是没有迷路的羊呢？在这里，这个牧羊人他因为有一只羊走迷了，他说他往山里去找那一只迷路的羊，所以他是需要历尽艰苦的去找那一只羊。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他自己给我们示范了他是怎么样寻找人的。在马可福音第5章里面讲过，耶稣他去救一个格拉森的这个坟地里面的那一个人，知道这个例子对不对？这个格拉森的坟地里面的人，耶稣怎么样去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和他的门徒渡过海，在海上起了大风浪，然后到了那边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个人他被鬼附着，然后呢他非常的凶猛，也不穿衣服，常年的住在坟地里面。他看到耶稣就说，你来找我做什么？对不对？你来毁灭我们吗？后来耶稣就把那个鬼给赶出去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是为了救那一个人，他要穿越整个加利利海，然后在海上遇到风浪，就是为了那一个人。所以他给我们展示了他怎样的到山里面去寻找那一只迷路的羊。在约翰福音里面第4章也记载了，耶稣说他要离开犹太，然后往加利利去。他从犹太往加利利去，本来呢他们是从外约旦河这样穿过去的，所以从外面走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本来犹太人是不往撒玛利亚走的。他为什么要走撒玛利亚呢？因为在那里有一个妇人，有一个妇人，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在一个水井旁边跟他谈，然后这个妇人后来相信他是基督，又传福音给撒玛利亚人。所以耶稣他为了救一个人，他是不辞辛劳的，要专门去寻找那一个人。所以主他就专门的来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那谁是99只？谁是那一只羊呢？谁是99只？谁是那一只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耶稣讲这个九十九只羊和一只羊的迷失的羊的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曾经给法利赛人讲过，有一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不信耶稣，耶稣就给他们讲了这个故事。他其实告诉他们说，你们是那九十九只没有迷路的羊，但是那些税吏和罪人呢，他们是那迷路的羊。九十九只没有迷路的羊是在社会上面有身份有地位的法利赛人和文士，然后那一只迷路的羊呢，是在社会上面没有地位的，在犹太人眼中，他们眼中的税吏和罪人。所以耶稣所看重的是那些没有地位的不被人尊重的所谓的罪人，耶稣去寻找他们。主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在这段经文里面，小子被重复的使用了三次，人们要看大的，但是耶稣谈论的是小子。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耶稣基督他被神差遣来到世界上，是用他的血，用他的生命来为我们赎罪，又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把永生赐给相信他的人。神这样做不仅是显示了他的慈爱和怜悯，同时也告诉我们人的灵魂有多么的贵重。因为人的灵魂有那么的宝贵，所以神差遣他的儿子甘愿为我们舍弃生命来拯救我们。那些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不接受神的救赎恩典的人，不论他在世界上多么的高贵，不如那些愿意相信耶稣基督。虽然在世界上面他们不是很有身份地位，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些人更加的珍贵。每一个相信耶稣、接受神的恩典的人，都带给神更多的喜悦。所以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尽可能的为别人相信耶稣提供便利，而不是带来阻碍。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无论我们跟谁相处，我们要尽可能的为别人相信耶稣提供便利，而不是带来阻碍。我们怎么样提供便利呢？第一，我们就是去寻找迷羊。主说，一个人如果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所有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都是迷路的羊，所以我们要代表神去把他们给找回来。那神怎么样去寻找这些迷路的羊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非常的清晰。我们把一个人带到教会里面来，是不是就是替神去寻找他了呢？把人带到教会来是第一步，但不是决定性的那一步。或者说，我们让一个人知道圣经上的一些教导，是不是就带为神去寻找这个人呢？这也都不是。圣经这样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神的义就是借着这福音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而归于信。所以我们要寻找一个迷路的羊，一定要宣讲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他做了怎么样的工作，然后把他告诉他，让他明白神的恩典，让他相信耶稣基督，这才是把他给找回来了。除非他们自己拒绝相信，拒绝承认自己是迷路的羊，不然我们就要去寻找他们，把他们带回来。所以这是第一步，我们要寻找那一只迷羊。第二个，我们不要阻碍人相信耶稣。主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面。我们在做基督徒的可能会听到一些朋友他们讲说，我曾经去过教会，然后呢在教会里面我也坚持去了一段时间的查经小组等等的，但是呢我后来看到一些基督行为，我后来不愿意接受，听到过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圣经对我们说，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尽可能的帮助人来相信耶稣，而不是让别人相信耶稣成为他信的一个障碍。阻碍人相信耶稣的故事，其实在我们教会里发生过。有一个人，他以前经常来国语堂，但是他后来不来了。人问他说为什么不来，他说教会里面的一些大人物对我不理不睬的，然后他就不来了。
所以在我们这个教会里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主对我们说，如果使信他的一个小子跌倒的，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投在深海里面。那教会拦阻人相信耶稣最大的可能呢，还不仅仅是一个或者两个基督的行为，更大的可能是教会里面的纷争。在有一些教会里面，人进入这个教会，他立会发觉说，这里的教会里面是分帮派的，有大陆派，有香港派，有台湾派，所以教会是分帮派的，甚至有可能分福建派啊、北京派，然后各个帮派之间就相互的斗争，往往这样的教会带给人的是更大的伤害。很多人去过这样的教会，他后来对去教会再也没有什么兴趣了。最后主告诉我们，我们主说，如果我们不回转变成小孩子，那么一定不能进天国。所以呢，凡谦卑向着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定要明白，我们首先不能把世界上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不是帮派斗争，教会里面是为了能够得到救恩，我们自己得到救恩，也帮助别人得到救恩。我们不要把世界上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我们要先要回转，然后进入教会，然后到了教会里面呢，我们要谦卑像一个孩子。谦卑像一个孩子就是到教会里面不要争强好胜，不要认为说这个人在这方面比我厉害，然后我希望胜过他。我们要甘心乐意的服侍别人，用我自己给神给我的恩赐来服侍别人。第三，信徒之间要为基督的名彼此的接待。主说，凡因我的名接待一个这样的小子的，就是接待我。所以我们基督徒之间彼此接待，不论是谁，不论是年轻的小孩子，我们彼此接待就是在接待基督。我们希望说我们基督徒能够常常的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如果彼此接待就是在接待基督。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里面，他对罗马的教会这样说，我向你们推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的执事，请你们在主里用合乎圣徒身份的态度去接待她，无论她在什么事上有需要，请你们帮助她。所以保罗对罗马的教会说，你们接待一个人要用合乎圣徒的态度来接待他，我们接待他就是接待基督。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就要这样的彼此的服侍，我们不仅要为基督的名字彼此接待，同时我们也需要珍惜神给我们自己的救恩。就是说，如果说你的一只手或一只脚使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丢掉。所以假如说你知道自己在哪一方面有特别的软弱，那么你要更加的努力的去对付这样的罪恶。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信了耶稣了，我因为我相信，所以无论我犯什么罪都不会，都没关系。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说要珍惜神给我们的救恩。如果说你信了耶稣，你在哪一方面有软弱，那么你要彻底完全的对付罪恶。如果你的手让你犯罪，就要把你的手砍下来。在年轻人的教会里面，很多的男士男性弟兄，很多人都被色情捆捆绑。对于这样的弟兄来说，他们宁可把电脑给砸了，也不要沉迷在这样的罪恶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救恩。所以主耶稣用他的血来拯救我们，我们每个人进入他的国度里面都是被神给珍贵的。所以我们既然知道说神把我们这些每一个小子看为宝贵，他翻越千山万水来拯救我们，那么我们首先要珍惜自己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孩子，珍惜自己，同时我们也彼此的珍惜，不要来拦阻别人，而且我们要尽可能的去把更多的人能够拯救进入教会。愿神帮助我们来听他的话语。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我之所以掌管明天，我们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或者遭遇饥饿，或者遭遇困苦，或者遭遇各种的灾难，但是我们确信主耶稣必与我们同在。生命圣诗的282首。下面是报告教会的消息的时间。我们今天有新的朋友吗？没有，都是老朋友，我们可彼此可以问安。今天11点诗班长练习，请诗班员参加。今天下午1:30有网络的执事会，
请执事们预备参加。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三晚上八点，照常有网络的祷告会。现在我们国语堂网络上的会议呢，都是通过 Microsoft Teams 举行的。疫情期间，请大家尽量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神奉献。年度的同工大会将在五月七日举行，请教会同工预留时间出席。国语堂将于六月二十四号与 WSCCC Croydon Park 国语堂一起举办一日的退休会，请弟兄姐妹们预留时间出席。下面呢，我们有请 Grace 姐妹啊，介绍一下五月十三号我们要特别的举办一次母亲节的下午茶。有请 Grace 姐妹。大家好，有声音吗？大家好，我们的母亲节下午茶被疫情耽搁了两年，但是好茶不怕晚。感谢教会以这样美好的形式来庆祝母亲节，愿神祝福这样的一个姐妹团契。下午茶呢是五月十三号星期六下午两点，神呢有丰富的预备，在弟兄姐妹的热情支持下，我们的茶具和食物很快就可以都就绪了。欢迎弟兄们报名，来做服务生哈，年龄经验不限，但是名额有限，报名从数，你们一定不会后悔的。姐妹，我们报名的截止时间是五月五号的星期五，如果可以的话呢，请大家尽早通知到王月姐、李晶姐或者我，让我们就忘却平日的操劳，来他一点小浪漫。一点小放纵，期待我们，期待你们都可以打扮得美美的来赴约，让我们一起来享受在主里这份甜蜜的宠爱，感谢神。